小的时候可能是一个魔方，小的时候可能只是一个橡皮筋。所以我讲人的成长过程当中，或者说到最后，都是在寻找得到自己想要的人物的过程。是8:34，我们8:40要上第一节课。那今天第一节课呢，会由我和陈校长给我们大家上。可以给自己，也可以给别人。反正就是说，因为我认识了我自己，我哪些方面有长处，我应该得到鼓励，我应该得到奖励。所以呢，我们最终的结果的名字呢，就是说认识自己。我们大人的话叫认识自己，理解别人。为什么别人不认识要给你来礼物啊？对不对？为什么？让他去想。我们只是把这个过程，把这件事情告诉他。不动，这次我从上海过来跑来，最后我100个孩子。你觉得这个孩子给他一样什么？你觉得他会兴奋，会他会爱？其实就是在我的这里哈，就是你给一样，比如我觉得你只要是给他一份礼物，他都会很开心。但是就比如我上次考试的时候，我们不是多了一支铅笔嘛，我奖励多了一支铅笔，还是一个橡皮给了他，他就很开心。反正我觉得他是只要得到礼物就会很开心的一个小孩。你就很简单，让他听。我看他能申报是吧？他不会申报，你跟他沟通，这个是怎么发展的？来，我这方面看一下。就是如果是要礼物什么的话，他可能无法理解你要礼物这个行为是什么意思。不，就是你想要什么呀？你最想要一想得到一个什么东西？就这样，你想要简单的。那我明白。大人嘛，就对四年，我知道，就四年级的孩子可能在普遍我这样讲的过程，他都听不懂。对不对？他可能理解的才2年级、1年级的理解。可能就是大小班吧。对啊，我知道，那没关系啊，那就反过来，你就接下来用大小班的教育话语来教他说。哥说，哥哥能不能借给我用？然后他说，有几个人想用，就发现哦，有这么多人，那要排队。然后给他，你要立个表，你要跟他们说叫什么名字，然后去登记，他们的练习他的语文。能力的吗？数学能力的吗？他从这个过程当中去改变，培养成一个超级保护员不就好了？可以。对不对啊？这就是你我们家对不同的人给他一个项目，给他的东西，我们去调教他。所以你那个项目会改变很多他们的做法，特别是刚才聊的两个差生，就他们容易把差生扔掉，这是。从我的角度来讲是最心痛的，他本身已经很落伍了，你再想不出办法，不能怪他们，他们想不出办法，这个孩子就废了。在刚才说你要给他一个让他听得懂，而且成为一个司令的礼物，他要到幼儿园去发放，今天谁想到我这里见，明天就来排队。刚才你们听懂了，就学语文从哪里开始学呢？从大有一非常好的礼物，别人要问他借，然后呢，他要给他们排队，要给他们立个表，要给他们写名字，学他的语文，而不是说从拼音开始学。所以我们讲，每个人教育是找到一个切入点，切入点本身不是说知识的本身，是可能是玩的，可能是好吃的，可能是怎么样子的。那么还有明天你们看。
看到这个孩子有点残疾，这个耳朵我不知道怎么搞的，因为这个孩子我希望我是直接问他这个孩子怎么调到他这个年纪的。他就说别人还在学校读书，放学以后他就玩了，他不参加我回家了，他觉得很开心，他不知道人家这种生活不做就可惜了，不是的。所以我说你也在这里那么长时间，也这半年的时候，我们再给他机会试试看，那我们是不是明天也让他参加这个活动，通过怎么样刺激他跳跳的衣服是吧，非常好的，他觉得洗衣服可以洗得比人家好，坐下对不对。好，说到洗衣服，如果你真的把衣服洗得很干净非常好，很会洗东西，那叫大姐弟都要请，大的姐弟都要请你，对不对。我们讲喜不喜欢，是不是酒店里头搞得非常干净啊？酒店里头好酒店怎么分类的，知道吧？有没有听说过评？是不是评一星、二星、三星、四星、五星的？有没有听说过？有。那星多好还是星少好？星多。星多的好。那如果说你洗衣服，啊，被子、床单、枕头、衣服洗得非常好，而且关键还有很有方法，还能很节约水，对不对？是不是用掉很多水浪费了，是不是这样子的。而且你很会做，而且还能够指挥组织别人，那是不是里头的负责人啊。哎，你不要小看这个洗衣服，把衣服洗好了也不得了的。刚才讲了大酒店要请你去，哎，我这次来还真是大酒店叫我来的，叫我来的。这个大酒店的人告诉我说，你到山里，你经常去到山里去看看那些同学，他们是不是有很多的想法，他们是不是有很多想能干的事情，你给我们发掘发掘，像这样的人说帮助我们，鼓励鼓励他们，他们真的成为是洗衣服的专家的时候，我们聘请他们。所以像他这样的人，哎，说你觉得发现了，又给他们一些奖品，我们来发，我们给你们送来，好，他可以得到一份奖品，是大酒店给他的。因为他说不是跟人家比学习，他觉得洗衣服这件事情他又喜欢，他觉得洗得比别人好，不是说大酒店需要，其实生活当中是不是也需要。好，那这样的人我们应该奖励他，告诉他你继续努力，好好研究怎么洗衣服洗被子，改天告诉人家我是这方面专家，我从小学五年级四年级或者几年级开始就开始关心喜欢研究它了，所以现在我二十岁，我想到你们班去，我想到你们这里来上班，你看人家要不要你。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每次说起来很简单，送一百个孩子送哪里，其实我们前期的工作和后期的工作很多，要做很多的工作，前期的观察与判断选择，来前期告诉他们你可以申报了，让他们有这个冲动，有这个想法，在过程当中来告诉他们，问他跟他们聊天，现在对学习感兴趣吗。比如其中我们在申报的过程当中，往往最容易问的是两个问题，第一个你最想得到什么，这是礼物，第二个问题你最喜欢干什么事，就知道他擅长做什么，喜欢什么。这个是在四十九年的，因为这样子的话我便于我的管理。好的好的，我知道。漂亮。谢谢。第一次对吧，是的。现在让你理解一下哈，我给五百不可能拿得去啊，你们有点五分之几，我每个地方开个发票回来给常说哈，这个五百块八百块钱是卖材料的。每个人的成长，每个人的收获，或者说以后想得到的东西，我们用个简单的词来讲，我们在不断的追求自己想要得到的礼物。小的时候可能是一个魔方，小的时候可能只是一个橡皮筋，到了大了以后可能要造个房子，要买个车，这是他的礼物。但是为了他实现这个礼物，他要努力的奋斗。好，那么再往下走一点，这时候他会寻找一个另外新的礼物，他可能要为社会做一些什么事情。所以我讲人的成长过程当中，或者说到最后都是在寻找
得到自己想要的礼物的过程。其实我们对农村的教育、脱贫的教育，就是资源的配送，还有一个资源的利用，很多老师不会用，不能等着条件好了把事情做好。我说我的条件很差，我钱也很少，我的撮箕从来不买，都是用食堂里头吃完的油桶做的，那个油桶一破开可以做两个撮箕，都学生做，这个对他触动很大，回到那个地方以后去，他就发动学生把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卫生不但自己打扫，卫生的工具有些自己做，所以现在就劳动的观念出来了，而且他们成立人流制，就是人流制的做，所以他现在那个学校你看他就非常整洁，也是一样，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呢，他们把我们以前好的做法 让他们来一下，也就这是送给老师的礼物了。所以现在开心的，就我们不断的送礼物，送礼物，这些得到礼物的人也不断成长。所以我跟老师从来不受培训的，老师跟他说，哎，这东西怎么用起来？比如说你们看到了，夸夸夸带了相机的，我们给他们前面送了叫单眼看世界这个项目，每个学校送一台相机，送相机本身，小孩学会拍照片是次要的，是把学校里头的那个好的各种景色通过拍照的形式能够反馈到我们大量的照片当中来，他小孩肯定会抓拍那些美好的东西，有意义的事情，和人们都会喜欢把美好的东西展示出来，所以照相机到处拍的时候，人家大家都是往好，正能量多，所以这样的话你看都来劲了，所以把一个学校的氛围就改变了。根据不同的人，不同的层次，我们可以在教育上通过送不同的礼物来实施一些我们良好的交流，互相学习。也就是说让孩子们学会，就是说实际上得到礼物可以申报，在这个实行过程当中，我们要求他，你得到礼物以后你会做什么努力，你会怎么样，下次再有礼物你会怎么办，让他带来很多的思考，对不对？还有这里都有带来了很多元素，比如说原来这些人根本不认识我，他怎么会愿意给我礼物的呢，问题让他带着走啊。对不对？哦，电子手表和羽毛拍，来，这是一个羽毛拍。好，来，这羽毛拍，你看，羽毛拍没有羽毛球行不行啊？你看，
哎呀，他们客人们想得真周到，还买了羽毛球，对不对？哎呀，跟刚才一样的是吧？大家看看这个，他喜欢的，小朋友们喜欢吗？女孩子喜欢吗？女孩子喜欢吗？有人喜欢的啊，啊，还有手表，然后还有这个书包，那个书包，好吧，啊。这是非常好的，哪怕这个孩子得到礼物，哎，讲得特别后悔，我早知道我这书包多一点，你看他，我只要个篮球，他居然那里头还有一套书，我只得到个礼物，为什么我再申报一点呢？没关系啊，这些问题都让他带着，不需要去给他解释，让他去慢慢理解。所以这样的话呢，带来了很多很多小朋友的思考，就这个有礼物带出来的很多东西，所以我们就会点亮他这边，点亮他那边，点亮他对家庭的热爱，对别人的感谢，点亮他对物质需求的这种我们讲的尺寸的把握，什么叫亏了，什么叫赚了。所以这样的话，我们通过送小朋友最想得到的物质上的礼物，到最后送给他一种精神上的礼物，实际上更重要的接触了，接触来了他自己想要得到的礼物。所以教育的本身，我觉得我们不是说是给他多少东西，更主要的是激发他内心的这种强大，激发他想强大的这种欲望，或者说我们通俗地讲的求知欲啊、上进心啊。还一把锯子在车上没拿来，好，等一下拿一下锯子。那这些东西我这个是不是要他管好的？是。谁来管？我来管。举手，你来管。可以，出来。足球队员，你拿了足球的吧？是你吗？足球队员，这些工具全部给我管起来啊！怎么管？我不知道。问老师。问校长，管理的方法是什么？你们帮他出主意啊！他是管理员，他是安全员，你们要负责他的管理，到他那里的借用，清楚了没有？清楚了。使用的过程当中要问，你要去在场，管他们的安全，清楚了没有？好，所以今天我们发做三件事情：知道礼物从哪里来的，第二个把礼物发放给每个小朋友，第三个给班级的礼物。给了这么多工具，这些工具用来是干活的。接下来我下次来的时候要问大家，这些干活的工具是这些，那么学习的工具、读书的工具、数学的工具、语文的工具是什么？我好，我不管，那是学好数学的工具是什么？好，人走的路，各种各样的路都是不同的，但是我们引导他的能力，或者培养他的能力，有的时候我们把教育的目的和或者是他的本质说得简单一点，就是提升受教育者幸福生活的能力。三个小夹子啊，语文的、数学的，不要搞三种颜色啊。老几个夹子，他把那个夹子送给同学。哦，可以，那朋友多了。我们通过这个礼物。不断的点亮孩子，更重要的现在逐渐点亮他们的家长，家长就对孩子的沟通，对孩子的说法，他是一直陪伴的。每次报道有什么事情需要做事吗？让他做力所能及的事情。你那天挖地瓜，你叫他去了？去了。啊，干干干的满头大汗。然后你不断的，哎呦，你来了真好，你看爸爸省力多了。哎呀，你来了真好。不，你要不没干正经事，干什么不用管呀、啊？你要哪怕干一点事情要表扬，是不是啊？他很能干，现在力气大了呀，慢慢跑腿啊。他不是不动脑筋的事情，他能干的。关键是你的鼓励和肯定他的存在，肯定他对你的帮忙。马上进一个家长群，来倒过来问家长，说你知道你家的孩子会最喜欢什么，要什么吗？你知道你家孩子最喜欢干什么吗？现在不能问，你自己先打量一下，看我们了解跟我们了解的情况是不是一致。好，那接下来说，告诉他们孩子的礼物最想要的东西已经申报好了，看看你判断的和他要的是不是一致。
对家长也是个触动。所以我们讲的就触动了家庭教育，怎么样看待这个孩子，怎么样理解这个孩子。然后接下来问他们，你孩子最喜欢做的这件事情，你支持他吗？如果他最喜欢打游戏怎么办？你会怎么处理？但他说了实话，怎么办？对吧？这个家长跟他们讨论这个问题。好，那么接下来下一步又讨论，问他们怎么样用他们最喜欢的东西，最喜欢的东西，最喜欢做的事情，对他们实施有效的引导。好，那以后像卢思维的比较这样的人，你就抓住这个特点，明白了没有？清楚了吗？这个呢，改天当草稿吧，再去画。然后这个地方能写上，这个地方你可以从这个地方行文写上。不叫检查，叫分享。你看我现在画的这个东西，不只能检查，明白了没？他只是说大家享受你现在的水平，现在的画的东西，你已经理解了我对你说的东西，这个就好了吧？可以吧？哎，可以。我们俩有微信。我们送个小礼物，只是一个切入点。那么通过一个切入点以后辐射出来的一个整个的一个系统，好像一个教育的一个系统一样。那我们现在比较有意思的就用了城市的很多资源为乡村服务。我们喜欢做呢，就多跟小学生聊天，多跟他说话，引领他去做什么，教会他很多方法，接下来他会花很多的功夫，通过自己的努力产生的效果就不一样。而不是说你整天教知识是教不完的，你只有更多的给他方法，来告诉他那些是最基本的。又回到礼物与工具里头，我们用工具用礼物去点亮他，让他告诉他事情是累的。